欢迎来到许嵩数学，数学哦。现在看文华自由班这道题。好，这道题它有个数列 ,123, 接下来呢是 10,11,12,13, 接着呢 ,20,21,22,23。诶，要先看出来这东西在做什么呢？其实呢，这东西就在谈四进位。什么 ?3 之后再加 1, 就变成 10, 好，这种逢四进一。好，那接下来呢 ,13 之后呢14再进行就变成20。所以呢今天等要问说2019的这个四进位是多少我们先用一个小数字再来说明一下四进位。例如今天的这个 A10,、哦、对 ,A10 呢现在是 22, 那其实用四进位就是什么两个4再加上那个两个 1, 所以呢这个 10, 因此诶，那我们就知道什么？那我们就知道十的十啊，十进位的十，在写成呢那个四进位的时候是这个22啊。一般在写进位的时候呢，就会用一个这个诶，好下标，那放一个这个括号4，来表示它是四进位。今天呢就想要问说，诶 ,2019, 好，在十进位的这个2019。写成四进位呢到底是多少那这个进位的转换呢这边有个经典的做法好 ,2019, 我们先把它除4好除4之后呢就变成 500, 然后这边是 03, 诶那对于进位的转换这里有个经典做法就是什么诶短除法 ,2019, 我们先除4好除完4之后呢变成504。好，那这样子再余3，接着呢，我们再除4 ,126 余0。好，那就对应到了这边是 3, 这边是 0。好，那再除 4, 好，这边31再余 2, 好，这边7余 3, 好，然后再除 4, 变成是那个，好，再除 4, 变成1余 3, 最后呢是 1, 好，所以呢，它这个就是133203。所以就133203，好，然后这边下标写4，所以要看出来，哎，这串数列的关系其实就是四进位。那另外呢，要熟悉哈、哦、这个进位转换的方法。对，那进位转换为什么可以这样写啊？那其实也是回到进位的这个原理，就是我们要以这个哈、哦、4为单位来做分割。所以一开始呢，这里可以写成4×504。再加上3，好，然后呢，这边呢可以再把它转换504呢，就可以写成什么4乘上这个126乘4，再加上0，再加上3，好，然后这边呢又可以再换，好，啊，其实每换一个呢就多一个这个4出来，所以这边是31乘4，再加2，好，那再乘4，再加0，再加3。好，我们目前呢把这个东西展开，其实就会得到什么？哎，31乘上什么4，这时候乘了这个一遍、两遍、三遍，然后再加上呢，就是4的二次，这边会乘上那个2，然后再加上呢，哎，这个是0个4的一次，再加上3乘上4的0次的。啊，对于这个31呢，你可以继续把它展开，就得到133。